一名男子下车丢垃圾，却忘了拉手刹车，结果车子突然滑行了。情急之下，男子为了抢救车子，最后竟然是被车子压在山壁之间。来，救援，等等。红色厢型车卡在山沟里，消防队员赶快派吊车来支援，为的就是赶快把夹在里面的人救出来。来手刹车没？驾驶被夹在里面，表情很惊恐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终于把他拉出来。大哥车把住，你吓到啊！大哥车把住我，我刹车没拉好啦。幸好顺利被救出来，男子的脚上沾满泥巴，心里只想赶快回家。原来这位廖姓男子只是想下个车丢个垃圾，没想到下了车却忘了拉手刹车，车子不断的倒退路，男子跳上车想要拉手刹车却没拉好，车子就这样一路撞上山壁，自己也被卡在山沟中动弹不得，送到医院去。没有，洗个澡，回家洗个澡啦。只是丢个垃圾，差点就要了他的命。经过这一次，下次肯定不会再忘了。下车要拉好手刹车。真新闻彭志明、王淑婷，苗栗采访报道。